吃早餐了，怎么这个餐桌有点高，牛奶盒也变好大，大人想到牛奶得用双手，不然很容易洒出来。牛奶盒很重，感觉差一点就要洒出来，这正是许多两岁小孩每天吃早餐的感受。日本最近有个小朋友视角展，呈现小孩眼中的世界，生活中的物品在小孩眼中的尺寸和重量比大人认知的大许多。像是小学生每天上学背的书包，根据调查约有5.7公斤重，这样的沉重感相当于成人背负着18.9公斤。自分が持ってるよりも、もうなんか大きく感じたりとか、その重く感じたりとか、一時自分が子供の時は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、忘れてることなんか蘇ったっていう。另外，婴儿头身比大，婴儿头部的重量以比例换算，相当于成年男子顶着一颗21公斤的大头。这样的呈现不难理解，婴儿会有头重脚轻、学步跌跌撞撞的情形。现场还有模拟婴儿说话的装置，想说出的每句话都变成了哭声，别人当然听不懂，试玩的小朋友听到哭声也快崩溃。而戴上 VR 眼镜，就能体会小孩眼中的大人多像巨人，就好比成人抬头仰望一个高4公尺的庞然大物。何回言ったら分かるの？いい加減にして。もうお母さん知らないからね。大人たちも子供にイライラしてしまうのって、子供のことが分からなくてイライラしてしまうと思うので、子供のことが分かると大人も楽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し、子供に優しくできると、子供もやっぱり嬉しいでしょうし。现场还展出4岁小朋友30分钟内在房间里的行动轨迹，精力十分充沛。大人和小孩身形比例不同，对时间认知也不同。展览期盼大人借由小孩角度了解世界，对婴幼儿多点理解和包容。中社综合报道。